听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所以有像我们亚洲人对蹲上厕所是 OK 的，但好像外国人他们的没办法蹲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有错。这样你也不行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个瑜伽，我也来使劲一点。我下个让下个，然后就是剧烈瑜伽。Amy 可以吧？我不可以，我只有第一次游泳过，然后这样子。